哥，阿你唔是阿姑，用主管的心思请来设计师，那以后你也用拢无代志干啥？安怎？我这代志该对你交代啊？唔是啊，我只是感觉那一天干唔拢会当看到你啊。今日明明就是我甲妈妈两个人会下午茶时间，你嘛要来到老家了。那不是看到你是我小妹的份上，我才分我来遮，跟你讲话。 你要跟我讲什么话？你是不是又搁要跟我讲嘉瑶歹话？刘嘉瑶做遮尔济歹代志，有啥目睭的人拢看有，我讲需要搁讲啥物歹话？尤其是为着甄普的降号权，伊竟然甲阿姑连手，找人趁机会，甲甄普偷带走，我够可恶的。啥？你讲嘉瑶偷偷甲甄普偷带走？ 嘉瑶会安尼做嘛是惊甄普去予曾思思带去给别人，我回去会甲伊讲，叫伊莫阁甲曾思思抢囡仔。好，你总算是讲一句人讲的话啊。那你嘛甲曾思思讲啊，叫伊莫阁予陈浩去公司找伊啊。你怎就今仔日啊？陈浩又去公司找曾思思啊？伊也无伫咧公司上班安尼，伊是安怎一工到后拢出现伫咧公司？ 公司袂使你惊走卡共款，公司又毋是国安局啊，陈浩公司找曾思思是犯法啦，是安怎袂当去？哥，拜托你较公平，莫伫替曾思思讲话，我这是你的兄妹呢，你应该徛伫我这边支持我才对啊。文珍，恁哥毋是毋支持你。 伊就是听你爱你，今日去有刘佳瑶骗去，唔只会讲遐个代志，爱你哦，早一日看清楚伊个真面目。不管恁即马搁讲啥，我拢无可能搁听入去啊！我是百分之百相信佳瑶。文珍，妈，恁讲啊，即马李文珍哦已经是脑残啊，你讲啥物伊拢听袂入去啊！李文珍，我敢有讲唔对？恁讲即马三不五时，就是节目会麻烦。 伊节目搞男朋友，就使信地，这不是假错是虾米啊？但恁这脑残，佮相信伊无欺骗你，佮颠倒替伊讲话。你这是脑残，我写作你伫替我讲话。你一点仔拢无替我洗手，佮讲这歹听话的骂我。李文珍，若毋是因为你是我亲小妹，我根本不能甲你讲这啦。好，你尽量予伊骗，请。 我无要管。哎呀，文珍啊，文珍哦，嘛是替你说相啊。你会小点谨慎了，好好想者，啊，我嘛是徛你这边啊。刚刚嘉瑶真正像主角讲的，对曾思思够有感情。啊，若无像做伊遐尔要紧陈浩甲曾思思交往的代志，甚至去甲曾普逃出走。嘉瑶心内到底咧想啥？